我热爱音乐，因为音乐既有着峰回路转的曲调，也有平缓的前奏和壮丽的高潮，它们共同组成了生命最美丽的乐章。沉默亦会发声，音乐总有它无与伦比的魅力。无论是走近还是远离，我都想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。有人把音乐当作信仰，有人把音乐当作氧气，而我觉得音乐是人生的回旋曲，词为意，曲成画，永远都不会遗失的美好。2016，我要向音乐致敬。